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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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还好还好还好，公公手速够快，要不然死的可就是公公了。一到渡劫局就总是这么惊险。现在这个号距离超级王牌还差八分，打的这局游戏是渡劫局。为什么是渡劫局？因为一到升段的时候，爬到敌人就会特别猛，而且给的圈型也总是天谴圈，不知道为啥。扔了一颗手雷没炸死，被他躲掉了。消耗中一枪还不错，直接出来打。这，哎呦我的天，这怎么没打过？看着接下来的时间内又得狗分了。现在是第二条命，场上还有84名敌人，得先发育一会儿，不能去打架。打架的话，如果打不过，肯定是要扣大分的。这局游戏超级王牌上不去都没事，但是千万不能扣分。扣分的话，这局游戏白打都不说了，上局游戏也要白打。先开车回老家小核电站发育，老家应该没人，就算有人的话也不怕，地形熟悉，打架估计打得过。不出意外的话是能打得过的，主场优势。小核电站搜完还是有点穷，再来附近的野区搜刮一下。发育完备之后，场上就剩下一半的敌人了。现在开车去全中心站点收过路费，收过路费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，就在房顶待着，看待会有没有车路过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梁蹦蹦中了两枪，他停车了，拔雷。炸到了，但是没炸死。扔颗铝热弹，再来一颗雷。来的人好多，又来了一个，跳上屋檐用维克托把他收掉。继续拔雷，能不贴脸就别贴脸，有雷的话就先把雷丢光。楼顶炸不到，逼近一点。哇，这贴脸就是有风险啊，被敌人干了五分之二的血量。踩完盒子继续回来待着，桥的方向来车了，中了一枪。怎么都是莽夫啊，不想着跑还想着反打。捏雷炸他，他现在肯定在打药，而且他那个位置很差劲，想反打的话也反打不了。这个点位选的真棒，又来车了。这人是想跑的，但是没跑掉， S 型左位才可以跑得掉。杀了四个人之后，公公也是鸟枪换炮，二级头二级甲换成了三级头三级甲，维克托也是换成了 MG3。 现在开车进圈，还是老样子，扎圈内的防区。扎防区是有讲究的，你进圈路线一定要选好，要选这种就算防区有人也不容易被扫下来的路线，千万不能从炮楼直直开过来，那样的话会被拿下的。说话间又死了两名敌人，感觉现在可以去打架了，可以主动找人打，打得过就加分，打不过的话估计也扣不了多少分。他在那蹲着一动不动的，是想溜人，他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看到，透过窗户是可以看到他的。杀完之后开车回来，可能是因为公公觉得下面的甲车库地形没有上面甲车库地形好吧，所以说又开车回来了。待了一会儿，新的安全区刷出来了，又得开车进圈。现在场上还有十名敌人，再死一名敌人就可以进到前十。哦哦哦哦哦，这人枪法好准。公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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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粉丝，粉丝的话那就不打。啊，还好是粉丝，要是不认识的敌人的话，这残血状态还不一定打得过。啊，我上楼吗？我上楼吧。让粉丝上二楼，自己在一楼待着。要不你在二楼吧，你在二楼吧，我在、这边，你那边能打到人吗？粉丝还是蛮热情的，双方换了个位置。公公来到了二楼，粉丝去了一楼。粉丝是被干了吗？哎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嗯，是被干了。那帮粉丝报仇。人在一楼，丢颗雷，再丢，这颗手雷是炸到了，但是没炸死。他就在屋外，他不敢进来。
得扔窗户外面才可以。怎么还是没死？这个手雷必死，哼哼，不掉。哎，还是淘汰王呢，厉害厉害。填一下包。他雷太多了，我靠，800颗雷我丢。公公的雷是有点多，一局游戏最起码得丢10几个雷才可以。现在还有最后2门敌人。妈的，这个人卷的。看下个圈怎么刷吧。哎呦，这燃烧瓶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这燃烧瓶厉害，这蔓延火吗？没事没事。他不敢下来，因为还有另外一名敌人盯着他呢。自救一下，打个医疗箱恢复一下状态。哇，这圈对公公不太友好啊，得封烟攻他才行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完蛋完蛋。在门口打机油包，边听敌人脚步边挪躲伤害。哎，他怎么从这边跳下来了，厉害厉害，没想到啊，这个圈真的是天选圈，敌人也这么会玩，根本不给打药时间，没办法。不过好在是加了22分，成功渡劫到超级王牌。